这是金逸林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德国亚珍，2006年8月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一，第42首诗。子夜四时歌，东歌。作者李白。明朝意始发，一夜朝征袍。素手抽针冷，哪堪拔剪刀。才逢纪远道，几日到临洮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